要练习一次哦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加布林。再一次哦，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最大声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加布林。哇，又慢慢的进步了。没错，那我们再选一个地方，看可不可以加分哦。来，你们手手比一个五，比个五，放在胸口前面，然后一起说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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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要跟我一起。哦，有声有声。那我们把这个唱唱的超级大声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整个彰化都听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试试看哦！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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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要和我一起！哇哟，很厉害！有有有，而且听说呢，今天有什么神秘嘉宾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有个大来宾。那来提示你们，他是谁好了？好，他呢，全身黄色的，黄色的，然后有一个披风，然后他的头上有一个大大的 Y。请问你们可不可以大声的把他的名字讲出来？他是谁？悠悠妹。那这样还不够大声，我们等一下要把我来到一个岛，他叫卡加布列岛，这句话要唱的超级大声，把他召唤出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起来咯。我来到一个岛，他叫，再一次，我来到一个岛，他叫我们掌声欢迎悠悠妹。Hello， 悠悠妹。大朋友应该也是看着悠悠妹长大的吧？没错，有看过悠悠妹吗？有。哎，我们看悠悠妹，请问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。要跟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，很开心。开心。那你对小朋友有信心吗？有。等一下也要唱歌跳舞，把精神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来问问看小朋友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准备好的小朋友，我们两只手手比一，一，然后放头上，脚脚勾起来，一起大声的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像很大声呢，点点头，走一走，一起大声唱。
己拍拍 手。表现得太厉害了，请问悠悠妹小朋友表现得很棒。